Manga. Bueno, Nanny eso siendo más de. No, si no pego, se me toma con intensidad. Osamba. No, no, no. Yo, se acabó. And this new time. And that may be school. 我原来是你那边的声音啊！我妹妹，她在我旁边，她在玩狼人杀。在几里？什么标记器？阿苏南，你能够稍微点唱吗？ 我觉得，等一下，等一下，你能够稍微点唱吗？可以啊。OK，我这边还有那个我。阿伯，现在有一个技，哇，怎么那个老人在笑的？阿伯，你放那。阿伯。 这衣服我去吧，这过去。是啊，我现在那个控球也正在熟悉一下。你是，已经有两个把你挖挖做了很多东西。那黄金这些东西，就是等华丽感觉到就是。 来了就对了。哦，白天的，要去挖沙先。哎呦！ 哎，河里面有装备，那个河类的，drone。啊，他们，因为我们是玩难度，所以它会自然生成。这普通难度，它必须在里面死掉还是它应该不会生成？ 下主要算了，我忘记，真糟糕。哦，那去外面砍木是啊？什么？跳到我没找到地下遗迹啊！吓死！好快。 哎，看到我以为那个比那个 coronavirus 的 skin， 我去，挣钱，我挣钱用我的。
iPad mini 玩。哎、欸，太大了。我现在是已经忘记 controller 怎样了。你知道什么叫感受？我感觉像是你那种，你再生的，或你就哎，我不怎么过生活，但是我凭感觉，我觉得我应该去怎么过生活。然后呢？你忘了吗？当时一座山是怎么被解决掉的？嗯，就是那个所谓的愚公，我们不移山，愚公才移山，我们是砍山。我们好像要在第三天之前砍几个羊毛出来的，不然那个田上会飞的动物。我刚刚看到一只，我在想我是不是应该我对面有一只、啊、只要早上去来那我们也可以啊。我面前我们会饿的，我们会饿了。如果现在有能力那个想那个房子的话，你就不傻。哎，这里还有一只。我们没有能力房子啊，现在有那个鸡都差不多。多少啊？数。哎，蜜蜂可以做什么了？蜜可以用来做有趣的东西，但是我不懂。蜜蜂好像没用。蜜蜂你必须要先用火烧，你要在下面烧开那个像天兵的 fire。我去打一下那蜜蜂。我记得你打应该不会好事情发生。我印象中你去打他的话是没好事情的。我打他了，没事，好像没有什么的。哦。好、啊，塞子你，身上也只有一个，我羊毛有两个了。Oh my god, 那个蜜蜂 Go 掉了、哦、你去打爆那个蜜蜂，全部蜜蜂跑出来。有啊，我看到了。
我把那个蜜蜂窝打裂掉，然后一只两三只蜜蜂冲出来打，而且直接中。苹果哦，苹果！你的鸡啊，我的鸡什么鸡？我们家底下是很多，我在哪里？我们家底下那个河里，我们在有没有能力给他打还是个问题。哦，现在行了，奥黛投一掉那个树枝哦。我不懂，他突然间有树枝的。治疗。这个人来看直播。哦，我们有看到，我们有必要建一个桥。啊！要烧我最喜欢的东西啊！玻璃，玻璃，然后在这里放玻璃，你知道白天和夜晚。什么？天窗？哎，不要放完了，玻璃封起来了。够啦，够时间啦。我带来了什么？耶、yeah. ！好像有一点。OK， 我拆一个玻璃就好了。OK， 天窗完成。哎，
直播网址在哪里 ？OK， 好了，好美。我炒肉一下。炒肉一下。你现在这个到底是有在 YouTube 直播还是没有的？炒肉一下。你现在这个到底是有在 YouTube 直播还是没有？炒肉一下。就是叫你的名字哦。YouTube 叫你的名字 ？YouTube is my friend。快。都漏掉。你现在这个到底是有在 YouTube 直播还是没有？炒肉一下。就是叫你的名字哦。YouTube 叫你的名字 ？YouTube， YouTube is my friend。快。都漏掉。以前这个到底是有在 YouTube 直播还是没有？炒肉一下。就是叫你的名字，那个计划我要怎么接这个名字 ？YouTube， 我就刚刚 YouTube 是 my friend。你要捧吗？以前这个都是有在 YouTube 直播的吗？哦，要死我了。好了，就是叫你的名字，那个记忆好，我要怎么接这个名字 ？YouTube， 我就刚刚 YouTube 是 my friend。发生什么事？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事？你要帮我？以前这个都是有在 YouTube 的播的吗？哦，要死我了。我突然间没记忆，好，我要怎么接这个？重新，这 YouTube 啊，刚刚 YouTube 是 my friend。哦，我也找到我的问题了。我也找到我的问题了。看这一段。要把我的 control 改一改。不加。
都来到这个房间。都是什么吗？这是隔离室。嗯，姐，你看一下这个环境，就是你接下来四天应该待的地方。我很仁慈，放了一根火把在这里。是啊，我没有放一个门哦。那就。什么直播？哪一个 game？ 那个 M 直播。哦，蛮，哦，蛮多下。我在猜，哦，那个怎么才？我那个才一两百个。哦哇！我为什么做两个锄头？干！个干！没钱了。嗯。继续看我的书。对，去他这里。去吧，放这里。然后好多苦力怕。哎，不是，一只苦力怕跟一个僵尸。那我们开个，还要穿名僵尸。好、啊，那我们家今天有一个。哎妈！哦，可以中了。下雨了。我靠！在下雨。再次听不到声音的状态，所以随时爆炸一下，我可能我都不懂。把这个玩一玩，我无法。天，所以你今天没有做过，所以代替你。哦，对哦，你不要做工哈，算了，算了。一个巫师，看这里有东西啊！啊，需要的什么了？那个坎布克石头的楼梯，对吧？哎，找到铁了！哦耶！哎，我们的第一根铁，第一桶铁。对呀、啊，就像我们家外面很明显的，嗯，哦，发。那你为什么这么不耐心？为什么？也是铁。OK， 挖金挖他们，这个游戏结束了。你还有双子哦。我有火把。真的很多，我这边也是挖到很多。切。
Yes， 找到煤炭了。哇，好多题哦。你现在过一个晚上在我们家这边，你刚刚说我过不来是不是啊？随便挖就对。你讲设计物质，就那样子，感觉。哎，这有机，好嘛，太好。哦。就我在创作方块有一个人的声音，每一个声音不见得睡觉了。嗯，五麦收心了没啊？新的没所以说你这条路再转弯过去到是然后、然后这里这一个可以看得到的地方我想放玻璃你那个，你先插那个地方，给它留着凳子吧。等着，你要这里。可是你把它留着、啊。哦，对对对，是。好难。哎，我这个玻璃盖起来了。哦。
现在要。先走到这边，是不是把它挖过去后面？挖去后面。我现在这里的话，可以啊，可以变成第二楼。啊？就有一种那种大厅的感觉。现在这边这是在挖支撑。非常明显的是白天哦，有火台，这五根火柴啊，你给我出去卖火柴啦，叫那个小女孩去卖火柴比较有用啊，你给我出去卖火柴啦，他也要有一个死掉的阿嬷。那个阿嬷是谁来的？去。我们说。你拿掉我的头了！水桶。哇把都是垃圾桶。起在哪里？晚上呢？停下。今晚应该就要生成那只了。可能会是，我还是算不出来到底多少。他们还是陆地的。石头还要做吗？在哪？觉得我们比较需要剪刀多过水桶。现在剪刀，对，有剪刀，我们就可以没矿都刷牙猫。我做出来了，剪刀。然后呢？这天做都可以。反正铁大把了。我们只需要一个哎。我想这个 Minecraft 里面的没有 Echo， 他们怎样生存？没有风，无人也不需要 Echo， 没关系。
没事，我们现在重点是要生存先。你不讲不用做了呗？我的木呢？木呢？我那两组木跑到哪去？不够了。我。在我身上。要先来做手工艺品了。嘿，嘿。来了。你太惨。是不是有一个天窗都这么好用？哎，你这里几时开一个洞的？哎，这封起来了，蜘蛛会进来。对哦，你这里先玻璃一下，还是？堵住先，现在滚开吧。看过去看，我以为是会做一个隧道跟他说。我现在想一下这个，这里是一个小小。我觉得也可以吧。我想到一个办法了，想到一个很好的办法。堵起来，然后我们的这个家突然就没有所谓的地下室了。没有，现在不可以。这好了 ，perfect。要做的是，楼梯。客厅一号完成。
你看，这里竟然挖出了一个洞。哎，好事哦，顺便水掉下来。对啊，我刚刚上去看了一个水。我那板你带进来了。一种，第一种。还是在外面。没有温泉，哎，这旁边那个东西掉下来就好了。哎，这里龙岩掉下来是没有。嗯，天了。加上那个围栏。嗯。先去找龙岩啊，然后拿龙岩从上面倒。我用玻璃盖着就有天了。我是在有吗？对面有那个吗？有一大堆可以插。看一个灯吧。哦哦。哦，看到一个种子。OK， 然后为什么？我都有看到了。It's chicken. Ah, 马铃薯来了。啊哈。深的深渊。他就是要砍树，不是？深渊，要你说。多艰难的环境。
死鬼！楼下的门。这里，哦，我知道，看到对面有，我知道前期是表示那种，我到家，结果没有办法进门，生气，去砍几棵树的发泄。啊，看到羊了，我可以睡觉。啊，可以睡觉了，终于。啊，那里有那个，你有海绵了吗？哎，海绵，你有那个海绵。那个什么？我在这边一共有四个。现在还差两个啊、哦！我们叫的是四人套房，不是双人套房。Damn！ 大 H 哥，我没有看到。在那，哦，有个背在那边，那水里面，你要听六公斤，嗯，不是你把那个 zombie 的声音。真是要开到最大声，就是吃脖子。不算。哎，可以做 camp。出来，哦，哦，开饭了，哦，你要打穿上去，烟卡在这里，
可恶。すごい。会啊，被扣了两个血，我现在想说我怎么去补两滴血回来。扣血就是等于扣那个饥饿度。楼下，在外面。没有啊，你放到外面的话，僵尸进来的话，它会踩到。对，所以铁门只能放里面，那个压力板只能放里面。哇，哪一天我们家找个古门可以这样子比较快投出去了。哦，啊，石头我把它放在那个洞卡车旁边。石头的箱子，没得子，中文去空命，你又在空命，冲刺跳，耶，你看到了。其实我们可以打通上去的，呀，掉下来就死了。去哪里可以找食物的？他现在也重新来找家用的我打发。哎呀，华丽，你看，那什么鬼来的？哦，通到外面了。嘿，我是贵州傻啊！志清啊，你下面很安全啊。就是现在就是Simon吓怕了。通往天国。从这个角度看的，
可以。可以放给我。啊，是啊。你没有，你看那个美妞，然后那个美妞那边应该会写一个吐出来，你按那个字就好了。那边还有多菜了是吗？好吧，坐，我看你脸。用龙虾，谢谢。我现在想把它台阶弄低一点。我记得楼下应该进不出来。哎，有动啊，有动。啊，发帖门。OK， 我们家对面有一个全副武装的小，哎呦，我睡的，啊。进不去。哦，我等下小心啊！你们对面那边有一只全副武装的小僵尸。进。Hello。Hello。Hello。看后面，这里进。然后改一下那个门。你把水带回来，你是不是在房间偷藏了一个女人？哦，俺俩可是给，你要讲那句话，这样这几个东西这样子，先赶出来吧。阿布兰，我们还有选择吗？哦，有肉，我也可以吃肉的，谢谢。阿基吗？哪个给打了？打吧。你房子里啊，做一个拆除。你随意身上有那个踩地板那个开门的？没有。系统左手还是三个出来？还是两个？那个毒的鱼的。铁。怎么是你这样恐怖的黑呀、我们看这里看。
啊？放这里恐怖的黑，你有没有放火、啊？真的、啊？我们拆一个玻璃。啊，这里有，啊，这里有，这里有，这里有。啊，好嘞。你，哦。要。你们这边好像很职业那样的。你那边直接亮你的声音，这个这个这个。走。哎，华丽，你身上还有梯子吗？是石头的楼梯有。有啊。那十七个。哦，那不用不用不用，我做新的。Disco。哎，我可以做打火机哦！我终于可以烧东西。哎，我看到伤人了，那个超级吧，他换了两一个伤人出来。嗯，想吃的。啊，这个是那个草，你有看到草泥吗？它才会生成那个，好像是一个。你按他，然后你不要打到他。哦、嗯。我搬个绿宝石吗？嗯。那你怎么跑去那么危险的地方？哇！哦、oh, ，yes， 他死了。嗯。啊？狼骑士。对。啊？这个门开不了啊！这底下的门，这个啊，啊，啊，我们楼下需要那个。里面有绿宝石是不是？他买不到绿宝石，能给他买东西？
像人还是东西？玻璃的水。你要带去这吗？我这里还有人。啊，好，这里是天台，做出天台了。天台，哎，玻璃会多吗？我要翻的，走过。玻璃，把我玻璃放哪？哦，哎。快去进入了附魔时代。是开了，好，
那我们这么多天没睡觉，我们应该要开始遇到那个那个什么会飞的。那很好，天才做好，每个东西就会飞进来。没错。哦，没关系，他有那个那个窗户，自己的安全，保护他。那个玻璃有。Hey. Yes. 为了庆祝，我们把它吃掉吧。Damn. 你妈妈以为啊，我的儿子竟然三更半夜在自己的房间做面包，他是不是？他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就是已经做好了隔离的准备，已经是甚至到那一种已经能够在自己房间做面包了。Yes, the best. 第二天，然后第二天你说我做出无限水源了，然后妈妈哈，竟然我儿子居然能够在我自己的房间生产无限水源，好恐怖，魔法。That is some magic. That's it, man.Legend. Huh? 我觉得啊，你的这个直播主题，我知道要想什么，要放什么了。我的牧场你可以放什么在家里隔离或者是什么了吧待着没有事情做可以看直播。我好多的煤炭啊。嘿天空完成。
你这样打的，我第一次听到人家这种要求。是的，你就是一个 S， 你们都是 S。巴克尔，别讲，你是那个连名字都带 S 的。那你跟 S 哦，什么今天的啊？啊，什么今天的应该是修武器的，什么东西？什么 Smiting Table？ 切那个。大黑黑色的铁呢？哎，那 smite 是什么 ？smite 是锻造哦。哪里？是哪里？在楼上。哦，好，你先。我升了。我不能用。那是什么用？我看这也怪好。那个他们这只被那个羊在角落，是不是？这只被羊驼吃了腹部，他被保护起来了。哇，我们家前面好多丧尸呢。且慢慢的一直一直往，哎呀，伤害啊！我需要提电池。干嘛、啊？这个在喷嚏呀、啊？来呀、啊，伤害呀、啊！印象中这个 Minecraft 应该是已经开到，不是这个弓箭手在水里面不能远程攻击哦，它变成近距离了，干什么鬼？有两种呗，什么逻辑啊？记得它有分级，来呀，伤害啊！啊！又不敢跟我打，哼。OK， 拿到台灯了，我拿到三叉战了。哇哦！然后这边有一只马，你们与谁会幸福吗？他比较，他对这些动物比较熟悉。其他在之前的。之前的那一个家不懂培育了几千只动物，啊，千只算可惜了，应该是几万只。哎呀！哦，好爽。
哦、oh, ，yes， 又找到一只羊了。可以看到蜜蜂的，看。我要发怒，烧掉一个森林。请叫我海神波塞顿。白天了吗？哦。哎，我挖到了红石。我操！他一吸你，我半颗血不见掉了。哦，我死了！我恭喜一血！哎哎哎！是用石头搞。哪里？太棒了，太棒了！哎，那个冲他站拿不到啊！哎，你用那个水桶，你可以把那个鱼抓起来哦。嗯。那个，然后那个鱼你抓起来，不是你把它压在自己的，它会一直跳跳跳，然后跳出自己的那个湖里面，然后自己吃。哦，那鱼飞飞的，我之前玩那个《水上 Minecraft》，是这样子吗？也一样啊，不是它自己跳出那个，它的游戏太人性化了。那就看嘛。被打我！哦，我听见声音的声音。我突然之间不在。哦，对，我还要找羊啊。突然之间百天了。妈的，你跟那子嗨上，我们是怎么？那个 Enderman 在我们家，在我们家旁边，快去走了。
谢谢。哦，我操，他就在我旁边嘞！下一秒就被他杀了。冇可能嘅，因为我不要救他。这个地图的狗在哪里啊？这个我记得有一个那个。H 分是你把这游戏的十二只猫全部种类收集完。哦，那个。我找到熔岩了。啊，我去拿铁桶了噻。哦，有僵尸。出来呀、啊！伤害呀、啊！我看有那个传人跟他无敌的。可是你还要去捡？去闯。听到，我们都听到了。恐龙一声很大声。都亡魂了。华帝，你看我在哪里？华帝。不到你啊！你看，你过来加那个加客厅那边。是啊，我要爬一段路才爬上去。这里应该是后门啊，边门，走后门的家伙，哪里？你到楼上了吗？Hello，哇，啊，对啊，过来铁桶噻。
我看到那个安德跟那个 zombie 打。不，没有。哇，来看这里，看后面，看后面，啊，No, 怎么跑上来了？Yes，拿到附魔的金衣金装的。以后我叫你蛋黄哥。我猫给我的生命危险。哇，我们这座山的后面僵尸是七八只啊！然后那个 Enderman 被僵尸打死了，What the fuck？真的 Enderman 被僵尸打死去，What the fuck？哦，你们有哪一个可以救我啊？这边楼下有一只蜘蛛，哇操，那只蜘蛛跟这……啊，没有，OK。没有跟了。然后我要去把那个洞补一下。真的会死的吗？人家我打住了哦，你讲看，你看到我什么？我拿到那个头盔 Unbreakable 二哎，哇！哦，果然冒着生命去打的东西是值得的。哎，我没拿到裤子哦，干。
你这种你应该给杰森看啦，他的脸，你应该看他的脸啊，爽还爽还的，爽还爽还的脸。要走啊，我在做垃圾。晚餐，我刚做的。不是那么尴尬。我其实。随地丢乱丢垃圾了，你给我讲他给他两本，我现在要放 ESP。嘿，好的。哦，哦，是亮亮的吗？
你知道为什么那个树是亮的？因为我刚才烧那个树，然后那个火还没有。真的是我刚才烧树。为什么我一直很想做一颗木的家，但是哈、哦，因为Simon在这里跟他一起玩，我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他被烧掉，应该一种感觉，你做的马上被烧掉。干你的事。当年的阴影。我那时候想要做一个火，那个火炉嘛，结果说，哎，我正火到整个家烧。别说那棵家，可是我用我建了一个超大的家，而且那个家还是用原木做的。可是我一整两个下午砍树的心血。欢迎光临。我们再把这个天台扩建。啊。哎，你把那个羊带过来这里、啊。
OK， 那那个洋菜爪呢？啊，我先下去，我明天来见屋子，拜拜。三分讲什么？不是本。你是为什么吗？但是你还有 YouTube 陪着你。我的这一台 iPad 那一块，那个洞没有关系的，它是那个楼梯的吗？以为是喽，哎呦，不知道哦，不知道哦。
声音。你自己可以搬去。哦哦哦！没有睡觉。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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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进来。哈哈，你可以睡觉了。把门这门都换去。去解释谁我这是这个塞根哎呦那边有这个水里面那我不走了
不会是你知道。我在重新登录。嗯。哎、欸，我能够用我的 IP 密码，太好了。你的控制就不是一个 iPad。我目前工作多少次用这么大 iPad 玩，好累呀、啊。上次你把你的那个。你的那个荧幕提在手上 ，Minecraft。肉玉没有火烧的。是烧的不够透啊，就死掉了。哎，没讲。你今天没做工，可是想睡觉。放心，反正你现在已经是属于隔离状态了。等夜，你的夜等日。你现在有在做工还是一样？也跟我们一样的人，哎、欸，我竟然能够回来，这世界也太好了，这世界变小了，哇，一切都好容易控制了。现在我，哎、欸，又换一个，这按钮好像后面有绿波。日本和服吧，哇！我把我的按钮变得超小的，怎么？哎，是吧？是没有啊，刚刚用我的 iPad 啊，刚现在用我 iPad 嗯。所以现在超容易控制了，耶、yeah ！电脑，我电脑还没倒回去了。不懂，我们这次，我
我这次别用那个复制机了，玩一个高难度的。我觉得，啊哈。我们再多找一个位置。猴仔。我过后有第一次去看那个别人的实况，在等，原来这个东西好大。啊？你关心，你关心。这我们有周一日还可以回去再继续。不是，回去去哪儿参观？进去吧。上路。我们一天比一天做得更好。这是我的第四个还是第三个地图了。边，我已经讲，你马子讲完，因为你讲休息之前，你马子讲了一句晚上聊，然后你只讲晚上聊，混讲先休息一下，我就哦，去休息吧。他好像没有讲话。对呀、啊，可以，都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期待跟你差不多。我想做一下这个，我想把这个木屋搞定一下，不是木，这个树屋搞定一下。计划，但是我想到什么？变成一只黑马。鬼爸，鬼爸家子，我有。他们现在不是有讲一个奖，你可以去申请。如果你老板没有办法给你薪水的话，你可以去申请那个来让政府补助。另外一个是讲，如果你被 check 到是 positive 的话，他好像会补助14天，一天100还是什么。也是，但是那个奖在这个月31号之前要申请。我应该先做一下。我。牛，我之前就看到了。
现在是要想着我要怎么去武林这个地方。先从这里做起。以上。我。我说话。对啊，我现在在以上。我要砍山，嗯，我要做那个怎么说，那个就是一个墙壁围墙那样子的东西，所以这个山要砍一半。是啊，你那一区就用来做那个东城就好。那且再数，帮你做好一点，嗯，我们不需要做这么可怜的事，我会帮你做好一点的，叫高级一点的事。可以，这是可以做美女。我先下了，嗯，啊，时间到，时间到，明天做吧。是一个很让人不放心的档。有啊，你看这个 house project 不是就是正在做的。他知道我正在砍这棵树，所以就在我砍的，哎，在砍这个地，他就赶快跑过来吃了一口那个草，跑掉。没有，我可能跟他移到另外一个盒子，到那个一级的。
对，那个就没有，也不是我，应该是Simon带走了。嗯，呀，然后你继续颠的比较顺的。关掉了。说有人在看。我们天天都直播，就会有人看。你看，人家睡觉都有人去看，就是代表有的人就是这么闷。他们闷的话，可不就看？为什么这个时候有人讲话？嗯，做睡眠，做铲子那个挖泥土。我去那边成功了。上的之前的我去睡觉了，关机。我觉得这个是暂时的，外面那个弄好，然后再去管里面的。哎，就是，以后我要 extend， 我要做那个阳台。做那个铲子要挖泥土的，我讲不做了。现在要报报报什么？
应该不是。Subscribe 你啊，然后噔噔噔就上去了。其他知识。这里有一个洞。洞下面有一只羊的，洞里面，过来看，看，没有，我应该放更靠近一点，然后不同的人跑过去堵，然后就砰，好坏，你讲什么马来西亚的影片？很难讲啦，因为你想一下啦，如果口罩买不到，意思是代表那些有人会去买，跟他扫完，但是扫完的意思是代表应该是有人会戴。其实它有正跟反，就是它其实像是一个循环，它就是说，讲没有人戴口罩，那是因为没有口罩，但是如果有口罩，会给别人买，就是说照理说是有人去戴口罩才对。木啊，不是。上面这个什么来的？过来看一下这什么东西啊？那个羊那边。什么来的？怎样都看过去有攻击性。哦，我知道是什么了，我知道是什么了，我知道是什么了。他会掉那个后面那个旗，他是那个二村民。他攻击力很大，他打了很痛很痛的，对，而且他射程很快。是，他命很长。他是二村，我知道他是谁。他是那个不好的村。哎，他的等级就跟那个，对，邪恶村，他的等级跟那个豪宅里面的差不多。
那个裤子在他后面，色了，还色了。掉了，他在掉东西吗？有 buff 的，那个应该是诅咒。你有拿到？你现在那个诅咒写什么？你可以去点它看一下。你把幻术放那边来给我。点，你看那个你的 item inventory 背包，你会看到一个 status。算了，只要你不死就算了。哎，哎。自己穿，看，用得来。然后这个东西是，如果你以后有地图的话啦，你点它，你就可以标记你的家在哪里哦，它就出现在你的家。这东西算是 H 分来的，就是你打完一个老大，他们很不会掉这样子的东西，然后就可以标记代表是。没吃东西啊，不啦，啊，这么久，我来的，他是用来干嘛的？看一下啊，是啊，我就想啊，你去找看去。那来说，
你把字退出。没听到声音呢？那个 Discord 退出的声音。是研究上来的。你现在这样子被隔离，你妈妈爸你爸爸妈妈没有说什么吗？哦对哦，他们跟你一起忘了。家里躺着赚钱。大片地应该可以给你够，像这么一大块地应该可以给你用来养那个花卉起来。这一整块地就是给你的，就是去砍树。
奇怪的声音。那狗在敲那个盘。是他们自己跑去那边的，该想一个应该是二十岁的人哦，我这一个是二十岁。在想给我们这种年龄的，如果不中的话，其实我在想会不会有那种几率是我们中了我们都不懂，然后我们恢复了我们都还没有那啥健康的人。他是讲废空顺路，
No, ya no me capaz. Aquí, ¿verdad? Ni todos son ni todos son de más dice. Puta, ¿verdad? Ciencia.你这样子为你这样子违法是指你是把是你现在站的地方是放动物的、啊、鱼是我这边因为我没有打算扩建那么大要扩建这么大也可以的、啊，其实要扩建也可以。做了，我这是我的 Minecraft 世界是安静的。再过肩，别这么说。挖到什么东西了、啊？那熔岩，挖上面那熔岩掉下来，吓死我！哦，哇，就是那个。我就想不懂也是好还是坏好啦应该还是可以多东西啊
看到两只了。就是拿来炸的。可以这样随便把它安排。下线的房子，是啊，很可怕。什么来的？掉下来的锤。你的没啥。看过 Enderman 穿衣服，
不好的感觉，你在立 flag。放出，然后你要找路，再找一只碟。死都给他就好。这个是挖坑，我还没有看到蜜蜂。啊，终于。
无害的，除非你去找人。妈妈切应该不会吧，那南瓜会懂吗？哇，好美的！一只马死掉在我面前，我被烧死。你去那边看。面前我一走出来，一个火把扫了，还有两个那个丛林嘛，他才能够达成那个条件。就马跑进来，你吧。比情人家都假的，
你这个手你这之前的痛苦了分九十天踩了好跑完嘟嘟嘟嘟嘟我们晋升成为红石时代，我们就能够做。解锁了一个成就，名称为种满趴。刚刚那个死掉的，Halloween。
是会变那个水僵尸，好像。植物吧，反正那不能吃。要想想我怎么去设计这个东西。好快。玻璃吗？点点。
还在直播。啊。拜拜，拜拜，一天。